谢谢你的这个信任，让我们占领你这个房子，然后今天很高兴终于把它卖掉了。那你现在心里面是怎么想，什么感受？我心里就是刚才很紧张，现在终于这个卖出去了，我和我老公都觉得很高兴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华人社区生活，我们也跟几个相关的这种中介谈过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他们虽然来到中国吧，来到澳大利亚，但是还是用那种中国式的那种处理方式来运作这个市场，让我觉得就是很不专业。所以我遇到六以后，虽然他也是中国人，但是他多数都是在就是外国的这个西人区来，就是很有那个就是那个规则，按照他那个这儿的法律这儿的原则来做这个，所以慢慢我就对他很信任。另外这个燕子呢加入了以后，燕子的这种就是这种热情，对，冲动正好和 Leo 有一个互补，就是我感觉啊，他们俩配合一定在华人社区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市场，让我们看到华人中介也是可以很专业，很做得很符合这个澳大利亚政府的这种规则的。谢谢你们，对，太高了，特别评价，特别相信，对，这么高的评价，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。啊，没事，再次恭喜你，谢谢，谢谢啊，主要是。